兄弟们，我蝎子找你们来了，蝎子见你们来了。爷爷，爷爷，带来了吗？带来了。公主，我不想见你。记着，从今往后，你永远不许追杀我。拿着。我是君子。公主，公主。公主，放开我！别碰我！公主，放开我！公主，别碰我！让你受委屈了。放开我！别动，公主，让你受会儿委屈吧。快走，
中原，中原，中原，中原。看见花子了吗？没看见。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去追他们。我跟你一块去。你不能去，他们俩是杀人恶魔。我也是杀人恶魔，我非杀他们不可。哎，兔儿，兔儿在这儿等着。去，兔儿，小心呐。Thank you.
反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，马峰也被踩死了，马峰，珠儿，马峰你没死啊？你没死啊？马峰，你没死，没事了。不要再离开我了，为什么不说话？我看得出你又要远行了，是吗？我的事还没办完。马峰和托儿已经告诉我了，你要找回被镜子夺去的宝珠，亲手把它送到瑞王那儿。这是我的使命，我一定要完成。你想过没有，镜子是不会让你轻易夺回宝珠的，他一定会跟你拼命的。我喜欢拼命。真的要走？是现在吗？一定要回来。走吧。好吧。让他俩多说会儿吧。我要去帮中原把宝盒找回来。这就是男人。你要是男人也会这么做的。下辈子吧。马大哥，你还会回来吗？会的。木桥北边那个卖刀枪的索大爷说，英雄一去不回头，
你这一去真能回来吗？你跟兔儿姐还有公主好好待在这沙湖边上，多则三天，迟则十天，我和你朱大哥一定会回来的。麻风，你好好听着，还有十七天，如果你回不来的话，就见不到我了。兔儿，你是我马峰的女人，没有人能杀了你。救！救！救！走！救！救！咦，马峰，你来了。啊，江阳八子已经死了五个，还剩下影子、镜子跟花子。我有种感觉，一切都该到头了。你是说，夺回宝珠之时，就是全歼江阳八子之日？是。你好像有什么心事？嗯，我心里在想，每死一个江阳八子，我多少有一点为他们难过。难道你还同情他们？我不是同情他们，之所以为他们难过，是因为我在想，他们本来是可以做一个好人的，他们不是天生的江阳八子。如果哪一天这世道清平了，人心向善了，这世上就不会再有江阳八子这样的人了。说到底啊，哼，生不逢时。其实你我也生不逢时。如果我们出生在一个天下清平的太平盛世，也用不着来这荒原之上追杀江阳八子，那也不会有你我这样一对生死之交了。哎呀，说实话，我马峰还从来没有佩服过谁。可是你看，耗子、雷子、刀子、浪子，一个个的死在你的手里，可你的剑还没有出鞘，无剑而出胸，这可是天下第一功夫。就凭这个，我佩服你。我是没有机会出剑，但是我看得出，我的肩上早晚会沾上江阳八子的血。还剩下花子、影子和镜子，不知道是谁第一个撞上你的剑锋，这可说不定，只有剑上沾血的时候才能知道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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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记着，以后剥皮要从羊角根开剥。凶手右手使刀，而且刀从脚底开始。
话要对我说，为什么不说呢？我从不和流血的人说话。哼，影子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说话吗？对。我知道你想杀我。告诉我，为什么杀我父亲？为什么剥了他的皮？你认定是我杀了你父亲，而且还剥了他的皮？我父亲在青州遇害，剥皮人下的第一刀就是脚后跟。你说过，剥皮时从脚跟下手。从脚跟下手剥皮的人不止我一个，只有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脚后跟被人下过刀。把脚跟露出来，快点！你还想抵赖？你是怎么知道我的脚跟有疤的？猜的，只有脚后跟被人下过刀的人才会从脚跟下刀。看来我今天非得死在你的剑下了。来，扶我起来。去哪儿？我就是死也要死在敞亮的地方，不能死在这儿啊。你想问什么？赶紧问吧。你究竟是谁？认识关达吗？你就是关达？哼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关达。那年冯公公把我从牢里救出来，给我易了容，使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，谁也不认识我。从此我就浪迹江湖，在江湖上结识了你们几个，成了你们的老大，但我还是关达。我明白了，杀我父亲的就是关达。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杀了你的父亲。你说。哼，你的父亲知道冯公公的事太多了，得罪了冯公公，所以冯公公就命令我把你父亲秘密押送到青州，然后杀了他。可是你竟活活地剥了他的皮。不，我是先杀了他以后才剥了他的皮，不是活剥，是死剥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哼，我是给冯公公发过誓的，要以死相报，因为他救过我的命。就像你把你父亲的人皮穿在了身上一样。我穿我父亲的人皮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找杀父的凶手。好了，我已经说了半天了，你现在既然已经找到了杀死你父亲的凶手，可以动手了。嗯，你不想看看你父亲临死前留下的东西吗？什么？在哪儿？就在我这儿。拿出来。
你想杀我？你不知道我为什么叫镜子吗？笨蛋！把宝盒给我。咱们俩之间的交易还在继续吗？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交易了，你已经失去了得到永宁的机会，这种机会不可能再有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得到宝盒后去找中原，然后把宝盒还给他，让他饶你一命。哼，你只说对了一半，我是要把宝盒交给中原，但绝不是要换回我的命。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两个字：赎罪。把宝盒交给我。咱们之间就这么结束了？该结束了，早就该结束了。把你的手抽出来，把镜子放回去，在沙湖边你能找到永宁。暖暖身子。咱们算一算，下一个遇到的将是谁？怎么算？我这有三个狮子儿，大的是镜子，小的是花子，不大不小的是影子。开始吧。你猜，镜子？不对，是影子。
影子，会在这里遇见你。天要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好，下雨了就可以洗去地上的血了，可洗不掉地上的影子。人不在地上，影子也就没了。中原，中原，有酒吗？带酒了吗？带了，给我，我们再喝一回酒。拿来，我们再喝一回。拿来。杀你父亲的人了吗？找到了，找到了。中原，谢谢你把他给了我。如果没有他，我根本找不到杀父的凶手。谢谢你把他还给你。这个人是谁？关达，关达，啊，关达没死。关达没有死，关达就是镜子，冯宝为他易了容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枯树林。是镜子找下了你的眼睛，割断了你的脚筋。这是我的命，我命该如此。父亲，我终于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给你的柳剑还在吗？中原，我先摸摸他。在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要摸一摸，把他拿出来。柳剑。
你是想让我用这把柳剑擒住江阳八子？不是擒住，是斩杀，一个不留。接着，柳剑无情，本不是人间该有之物。等你杀尽了江阳八子，再将柳剑还我。这是我给你的柳剑，他还在。这是我给你的柳剑，他还在。你知道，朱渊，我能死在朋友的剑下，这也是我的命。有个人想帮你，这世上还会有人帮我？木头人。哦，这木头人有个名字。哦，还有名字？叫什么？卓勇。如风，红尘如梦。
上一步。